欢迎收看手机游戏向上派对，我是你的司机，玩的是向上派对的经典牌。然后我们今天跳的这个位置刚好旁边有这个超人力霸王的这个点位啊、哦，算是他的打架的位置吧。对，然后这一集影片一样是用手机录影后置配音，然后我们就是比较新版的、啊、改版后的影片啊，就比较新的影片。对，难得啊，因为这一场呢，跟大家讲一下，运气非常非常之好。那因为我们跳的位置刚好旁边有这个超人力霸王打完嘛，那我们现在要准备去拿那个他们打完之后的空投武器啊，通常会有比较好的武器，我们给到前面有一摊嘛。那我们这边也已经拿完身份卡，因为他们都能打完，因为这一次什么贝利尔啊，那他掉的这个身份卡就是那个杰德的身份卡，红色刚好我要。然后这边刚好有一把妹控跟 Groza， 妹控我到现在还是不太会用，我觉得他那个后坐力很难上手啊。对，有没有观众有那个小技巧可以教我，就是比较好上手妹控，远距离啦，中远距离不是近距离。对，因为后坐力真的很强。但是除开使用这个陀螺仪啦，陀螺仪我真的不习惯，我觉得陀螺仪有点像是用电脑用滑鼠玩枪战游戏的感觉，但是又不太一样。对，因为滑鼠你可以握着嘛，可是陀螺仪你手机平常像我手机玩，我平常不开陀螺仪的状态下，我手机就会挪来挪去。那万一我开了陀螺仪，不管是开镜还是不开镜好了，我会习惯性的移来移去，它可能就会偏掉。我就已经习惯用手搓了，所以除开陀螺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小技巧。然后这边运气非常好，大家可以看到，我这是第一次遇到场上有另外一个怪兽，就是超人力帮我在打怪兽的区域，就在原本，你看这边就有两个区域了，两个，对，而且我第一次遇到有两个，哎、欸，就是整个经典的地图里面，我第一次遇到一整场有两个，这算是运气很好吧，对不对？我从来没有遇到过，改版到现在这是第一次，所以各位观众，你们有遇过吗？就是。除开原始的你跳伞落地遇到了这个超能力霸王的战场之外，你还有没有遇到第二个？然后他是突然出现的。我记得我之前整场打完，我都没有看到第二个这种蓝色头的区域。看左上角地图有没有？我从来没有看到第二个，我只看到一个这样，所以非常的奇特。所以我这一场呢，就是打算游泳过去看一下有什么物资。结果其实跟我们一般的超人力霸王打完掉的物资差不多啊，就是一些空的武器 ，AWN 啊、Groza 之类的。然后啊，还有一个三级头啦。对，刚刚只有都是二级头嘛，这边有个三级头，但可惜我已经有，然后一堆的急救包这样。对，那我们这边就是在赶路了，所以开一招技能，这边刚好有一个 AI， 我们顺便收掉再赚一分。对，然后神秘道具刚好也是出现在我们附近，这个运气有如，我觉得有如一扶一百个老奶奶过马路的概念的感觉，非常非常运气非常之好。我们这边就拿到魔刀，是神秘道具，然后我们就反正拿着就拿着嘛。然后这场我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我喜欢的 UNP， 只找到 Victor。然后后来终于找到了 UNP， 那我们准备也入圈了，其实也是到处乱晃了，看有没有人杀也没看到。然后也顺便在找香菇，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盯着这朵香菇。对，我这边想要下去拿这朵香菇，因为我觉得魔刀搭配香菇会比较好用啊，没有搭配香菇我还真的不太会用。就是没有搭配香菇的距离太短，我其实一到现在都还没有很熟悉魔刀不吃香菇不吃变大大的距离啊，攻击范围。对，那如果吃变大大我觉得会比较好打，所以各位观众，如果你拿到魔刀，我也建议你可以去找一朵香菇来使用，到时候在跟敌方对打的时候会更有优势。这样我们要有点类似以备不时之需嘛，所有可以收的物资都收一收，这样没有错。那我们刚刚这边有一个玩家正在拉飞高高，不知道想要去哪。我这边其实有点想空降他，但是我在等他落地。那我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往那个防区里面前进哦。然后我这边就是继续巡逻，看一下附近的敌人。我看到前方有一只飘飘龙，那附近应该是有一个人吧？应该是刚打完感觉，因为刚刚有看到枪针的那个点位。好，这边看到一个人，他应该是刚打完啦。我这边想说把他解决掉，因为他的飘飘龙，他等一下一定也会飞到空中，这边就准备空降一波。好的，这边非常炮，全炮掉，而且对方是五圣，那这边就拉了一个近距离，这边我做了一个失误啊，不小心多按了一下跳就变开闪了。那对方的五圣也是很会闪，那我这边呢也是很努力的在打，但是可惜我非常炮，但是炮中还是有赛道，就把对方给成功击杀。那这边把对方的物资捡一捡之后，马上上飘飘龙，赶快拉到安全的空中，再把血拉满，因为我们现在剩三分之一的血吧，差不多。那我们这边就找一个比较安全的点，我这边就在看这个橘色石头上到底有没有敌人，没有敌人的话，我就可以背对这个石头，然后在这边这个状态下拉血。可惜飘飘龙没有办法旋转拉血，对，就是它转动那个视角的时候，它不会转。
哦，我真的觉得飘飘在飘飘龙上面拉血是一件很危险的动作。我之前有经过那个彩虹神庙吗？不对，海苔神殿。海苔神殿，海苔神殿不是有两个很高的塔吗？然后有些人会拉飞高高，或者是骑飘飘龙，然后躲到那个塔里面去狙击人家。然后那时候我没有仔细看，我就刚好背对那个塔，那塔上的人刚好一把狙击枪，噗啊，命中我的头，我就直接死了，我连回击闪的机会都没有。对，我就死了，我在上面拉血啊。就死了。至于为什么我如果开到飞碟，我飞碟有遇过这种状况，就是我没有在转，然后我就被人家打死，就狙击一枪爆头死掉。因为飞碟它那个玻璃的那个罩，它其实是没有实体的，就等于说人家打你玻璃罩的话，它会命中你的本人，而不是玻璃罩，所以你会直接扣血，直接死亡这样。所以说就学会了之后，不论是骑呆呆龙还是飞碟，我都要一直在上面转，边转边拉血。这样子呢，我自从做了这样子一个行为之后，我就几乎没有在飞碟或者是呆呆龙上面被爆头直接而死。我顶多可能人家比较准，会把我打到惨，然后赶快跑，对，就不会直接一发爆头直接带走，这样没有机会跑。这样好了，那这边楼下两只在对打，一个还有火箭筒的样子，那是火箭筒吗？啊，没有没有，那个是紫色身份卡的那个空袭技能。好，这边就是想拉一下汽油啦，结果我的飘飘龙还被人家打了个几枪，有点小生气。那这边就是一直在看楼下的两个敌人的点位，因为他们一直躲在树旁边，我其实蛮难去判断他们详细的位置，因为树叶会挡到他们的点位嘛。那这边有一个人已经重新复活了，两边在打起来了，所以我这边赶快下去空降一波，打到一枪、两枪，最后把对方收掉。那旁边这个人呢，铁定也要打我的，赶快开一招技能。那直接跳过去，他明显是拿机枪，但这边刚好没有子弹，也被我击杀掉。那整场只剩下最后一位玩家，那我这边赶快舔包，我还有四级头，我运气还不错。然后马上骑飘飘龙，赶快走，赶快上去拉血。剩最后一个的话，基本上就不用小心背后了，只要保持让敌人在我正前方，我就不会被偷袭而死，除非他打我飘飘龙把我打下来了。但基本上来讲，这也要一定的时间，所以我这边是比较放心在上面拉血。好了，这边拿了个饮料。我刚刚把那个急救箱丢掉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觉得急救箱第一太重，第二它拉的时间太久，我宁可拿那个急救包来拉，我也不想拿急救箱来拉。除非说是真的很安全的情况下，就是附近我确认完全没有敌人了，我可能才会拿急救箱来补血。对，或者是可能在毒圈外啦，哦，毒圈外刚好要跑圈嘛，啊，时间比较不够。可能够拉一个急救箱的时间，但是然后附近也没有敌人，我就会拉急救箱，就会拿急救箱。那这边其实是想要空降敌人，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后备品已经准备好是变大大了。对，那其实我就在看他会不会走到一个比较让我优势的点位，因为我们知道底下的敌方会想要打我们上面的飘飘龙嘛，会想把我打下来，他们怕我拉补包流嘛。那这边我就看到他在空地了，旁边没有任何掩体，我 UMP 就开下去，一样是大炮枪。那我这边赶快拉到石头后，我想拉一波这个香菇哦，那我也开了一招技能以备不时之需，以免他冲过来。就他没有冲过来，跑到对面的树后躲起来。所以呢，我就决定这边吃好变大大，直接跑到正前方，磨刀一刀砍下去。因为吃了变大大这个状态下，其实敌方就算躲，只要他跑出来一点点，我的磨刀就算命中是瞄准那个树的话，也是可以直接就是命中他，这样有点像是吃了变大大，不止攻击的长度变长了，它的宽度也变宽了，就是它的那个磨刀的左右的范围，你直直砍下去，它的攻击只有直线嘛，但其实它左右的范围，因为你吃了变大大之后，它的攻击的宽度也变宽，所以变成说敌方如果从树后出来，哪怕一点点也会直接命中它。如果在树后的话，要看情况，不一定这样。好啦，那我们这一集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就是总之来讲，这一集就是运气非常好，就有点像是扶了一百个老奶奶过马路的概念。两次这个叫什么空投的那个枪嘛，就是那个超人力霸王，然后还有神秘道具，然后最后又吃鸡了这样。好啦，那我们这集影片到这里结束，大家记得喜欢我的影片记得留下喜欢订阅加旁边小铃铛，可以同时评论晚上6点发片，加在早上11点，有兴趣记得每天准时收看哦。我们下集的影片再见咯，各位拜拜。